闺女，真漂亮啊！平时不捯饬看不出来，这一捯饬，哎呦，真不比你妈差呀！行了，这就算出嫁了，就差这一哆嗦了。按理说呢，今天我这当妈的应该嘱咐你几句。您能别跟一机关枪似的杵人耳朵眼里突突突吗？好，累，小声点，小声点啊！妈，哎，这婚要是不结了，您是不是特没面啊？ 恭喜恭喜！好嘞好嘞，里面请里面请，那就来了。哎，好哥，时间差不多了，要不你去歇会儿去。行。哎，你好，里面请里面请。行，哥，我盯一会儿，我上个厕所啊。好。姚兰，临门一脚，你犯脚气了是不是啊？什么结不结的？经这领了，国家承认了，今天就走一程序，合理合法的把份子钱给收回来。我跟你说啊，姚兰，你别跟我犯浑啊，天塌下来！ 你不能让你妈这心发型顶着，你知道不知道？啊，你怎么了你啊？是不是害怕了，还是心虚了？都不是。干嘛呢？还慢慢吞吞的，赶紧，快快快，快快快的，还没弄完，赶紧，快快快！江总，没两天。紧张了吧？啊？紧张了，跟那神父说啊，麻烦薇姐别找那些什么假煽情啊，赶紧。 那我先跟神父说一声，神父，神父，神父，哦，蓝色的 jewel， 今天真是赐予给我们一个跟天堂一样美丽的场合，来 ，music。 结婚，我是出殡，不能像模样行不行啊？你看，大家伙都瞧着咱们呢，边上看笑话。表示感谢，来，这领了结婚证就是两口子了，好赖就是他了。你那小孩脾气，听话。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大家齐聚一堂。
你的女儿真漂亮，他们很般配。走进婚姻的殿堂，共同建立一个家庭。现在最紧张莫过于我们的英俊潇洒的新郎李先生。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尤其是对他特别美丽而特别特别温柔的新娘。相遇简单，相爱很难，结婚容易，共同组建一个家庭却很难。对于我来说，婚姻并不是一份契约，而是一个承诺，是我把心交付给你的承诺。将来无论我们要面对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我的妻子幸福。那我能问你一件事儿吗？哦，看来我们的新娘有一些迫不及待。没关系，可是你可以等到你的新郎把话说完了。田先生，请继续吧。我说完了。那好吧，下面有请我们的美丽的新娘蒋女士。姚女士。姚女士，我没什么要说的，送你一礼物吧。我们的新娘真想得很周到，不过能不能给所有的亲戚朋友们看你这个小小的可爱的礼物是什么呢？兜里掉出来，就剩一瓶了。说说吧。真的，这是什么？这东西了，太不像话了。这里怎么可能是从我这儿找上的？姚兰，这种场合不要开这种玩笑。你看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哎，你跟我说，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承认了又怎么样啊？瞧把你吓的！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过来救你啊！你婚礼前一天晚上来找我，不就是求救的意思吗？而且你喝多了，还说你想我，你爱我，你这些都忘了。闭嘴！喂，你不结婚啊？既然你弄过，那你留着吧，我有洁癖。不要打了，行，行行行，哎，行行行，哎，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再找娘们一记勾腿，加上撒糖腿，再加上佛山无影脚，已经把新郎撂倒了。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啊，这边人少是娘家，人多的是婆家。目前场面状况极为混乱，已经从单打独斗变成了群龙阶段。我跟你说，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姚家没人，搞小三儿，出轨？新婚前一天晚上，结婚证上可是白纸黑字盖着红圈呢，你们讲不讲理啊？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咱让法院找法官去！叫你一声庆总，这事情没闹清楚的时候，你不要在这种场合瞎说。呸！你这是钱上交钱事情吗？不要打！你谁让你要打人？你还问呢？啊！让你小兔崽子出来！站住！给我跪在这儿说清楚！我跟你怎么这么倒霉啊？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怎么这么倒霉啊？太棒了！哎呦！是不是？你看我不抽死你呢！不是，我不抽死你，我都不知道我姓什么。我告诉你，大伙儿都看看啊！你不看见这老妖精，你瞧这德行！原来我们老王不老实一人呐！你看让他天天给勾搭的啊，天天出去俩人搂着抱着，他又能不
后不是大姐，你俩是鬼混。你听你说，听你什么？听你大姐王有利。哎，你不是说你老婆死了吗？你怎么能骗我呢？什么？我死了？你们这边的吗？我撤了！我撤了！注意我的发型。真的不是，我真不知道你还活着呢。我给你戴一大项链，大姐，戴大项链能戴上？不要这样嘛，这样侮辱人格啊！不能这样。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我和你结婚去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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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我怎么这么倒霉？不用急啊，今天实在是来对了，太值了，太值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做到这里。这是记者陆小贝从前方给大家带来的报道。晚安。非得让我在婚礼上出丑是吧？这样你才开心是吧？你昨天晚上干嘛来找我？我不是去找你，我是去找死。让我被人灌多了，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找你，我就想在结婚之前跟你做个了断。你不是想做了断，你是在犹豫，因为你心里有我。有你？可你心里有我吗？这么多年，你除了把我当做备胎，咱俩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关系吗？我好不容易决定离开你，你却到这儿来回我。我不是在回你，我是在帮你。你要是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你不论跟谁结婚，你都不会幸福的。你把我的婚礼毁了，我就会幸福是吗？我就想找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不想再当备胎了。原来这狗男女也是有故事的人啊。要是我愿意试试呢？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情感访谈》，我是陆教授。爱情是没有对错，可爱情的底线究竟在哪儿呢？我就是那个你不想要的东西。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您别憋着了，哭出来吧，把心里所有不开心事您发泄出来，好不好？得嘞，我从来都没看见过您哭。总之呢，这件事您不能自己就这么憋在心里边，憋出病来怎么办呢？您还指着王八蛋过来跟您跪地忏悔啊？行了行了，那么多话呀，有完没完啊？自当我买了一烂了心的西红柿，怨我自己眼拙。不赶紧扔了，还留两区啊？至少你们这份子钱没白掏，这热闹瞧的比看狗血电视剧来劲多了吧？您这话说的哪能啊？我早就说了，相亲网站上认识的不靠谱，我妈非不听。真有好的，谁上网找对象啊？自欺欺人。对，我也上网找对象，我也自欺欺人。行了，热闹也看够了，赶紧走吧。跟同事说我没事儿，都撤了。那您自己点儿能行吗？真能行吗？
要我在这陪你，别一步三回头的，又不是给我出殡，赶紧走。观众朋友们，多么坚强的新娘啊！作为资深情感专家的我，也是醉了。你谁啊？赔什么赔？有病啊你！滚！